谢谢点赞的兄弟们。不是这个钟是这么像，我是他是个哥哥，兄弟们，球衣穿起来呀、啊，早上有点冷，兄弟们，如果穿球衣，明早上我把它穿在湖面。对，我是大姐夫的彭爷爷，我是大姐夫的哥哥。哎呀，完了。兄弟们，今早上没有热身，你的投进去太难了。朋友们，方便的点点小赞，上面我弄了一个小福袋。朋友们，如果方便的你们参加抢到的，可以帮我送个小粉丝灯牌。朋友们，胯下运球来。这个胯下运球，兄弟们，好久没弄了，有点费劲。我投三分，一个三分你们才能进，能不能进，兄弟们？我这个三分现在我勉强能投进，请教你的。进，你看，今早上我没有提前来练球，兄弟们。投进去就有点费力了，进不了，进了，这个九亿、嗯，刚才他就是进去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猜这个能不能进？我再来一个，这个三分能不能进，兄弟们？看刚才那两个兄弟没有猜对，兄弟们，莫早上好莫，管理也满了，等我下播的时候，我先弄一下，明天来能弄吗？你弄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。你们猜这个能不能进，兄弟们？刚才那个我投进去了，兄弟们。谁说不会进，兄弟们？刚才那两个小兄弟怎么说不会进？我进两个了，对，这个说对了。朋友们，方便的帮忙点。哎呀，才2000个小赞，踩线了。对，海之爷，我们这个就踩线了，他也有三分的，我们刚开始弄这个球场的时候，我们画着线的时候画的几米多啊，兄弟们踩着线前面那个三分有进步。对，狗电，我们以后我再练三个月还是两个月，谢谢关注。刚才这个兄弟们差点运气，差点力度，不是运气。进！哎呀！朋友们，说这个手感还没有练开，谢谢大家。不踩线不进球，就差半步。这个小学人。这个我们这个三分球有三米多，有七米多，六米多就有三分了。这个能不能进？看谁的嘴里，这个能不能进？朋友们，哎呀，他3000多个赞了，兄弟们，方便的再帮忙点一点。刚才这个倒不是吹牛的，兄弟们，倒是真没进了。这个能不能进？这一个他就进了。兄弟们，刚才那个球虽然他没进，但是罚离的手感，这动作太垃圾了。对，这个动作我刚在学，这个警力，这个动作我们根本就不会。早上好，小超爸。太搞笑了，不搞笑，兄弟们，我们是练，不搞笑，我们是在认认真真的练。十中四跑切换牌，名将十中四，我可不可以试一下？名将风云，十中四不一定。
十周四倍你能投进去的，兄弟们，特抖啊，对，特抖，豪情难觅也，一不中，对对对，一不中，好，一不中，我投十个，给你们管着。三个中，我中一。四个还是中了一个了，兄弟们，说不定他会中的，十个中四个也得稀稀的会中的。四中一，五中二，五中一，哎呀，六中一，中球不了了。哎呀，恭喜东东子玩，什么恭喜你抢到福袋，继续投篮姿势，哈哈，哎呀，兄弟们，六才中一，兄弟们，十进中一就不错了，六中一，哎呀，七中一。八个还是中哪一个了，兄弟们，九中三，哦，十中四还有机会啊，八中人，哎呀，九中人，十中四不可能了，最多来个十中三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这把他就不止了，你太投篮太欠练，对对，基础太差了，这字母是，兄弟们，我这因为我没有力，没有训练，没有专业训练过，基础太差了，如果基础好一点我就能投进去了，那姿势也是，哎，对，蒙进去了，士气的过往，好好练有前途，哎呀，我们这四十多岁了有什么前途，我们是业余爱好，锻炼一下身体，早上你像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村的山咔咔的，现在这个冬季是最闲的季节了，兄弟们，一年四季这个冬季人是最安逸的，活路也干完了，肯定没有啊，那小孩子挺准的，但是小孩子投三分他不一定准，兄弟们，